好，下半场开始了，12分钟最后的决战。刘毅的掩护，周凯恒小打大。哦，周凯恒完全不触王增杰的防守面积。蓝队打高，红队打快。高崇伦个人第三次犯规。分差还有5分，蓝队要加油了。回场为例，周凯恒还是经验。好防后边，好防好防。换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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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换人。红队请求换人，更换了场上的后场组合。现在每一次的攻防回合，王世鹏知道都会对阵容做出调整。郭健破联防。包夹，哎呦！丁锦辉知道得对于破联防这件事情给出更明确的指示。周凯恒打高崇伦接球，托那儿对，刘毅临危不乱。朱宗伟上球。谢礼石背后传给了李林。好的。蓝队的进攻啊，太依赖于内线了。别急，别急。周凯恒落阵地，两边都是小阵容啊。是，往上提一点。高崇伦。哦，朱宗伟吃火锅啊，夏天吃火锅。很过瘾啊！李林，现在双方都是小阵容，就看大个儿谁的机动性更好。刘毅，好球！刘毅，红队靠着队长只在持续的拿分。13分，三分球没有，蓝队的退防出了问题啊！周凯恒底角单对，暂停，好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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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现在我们丢的分全部都是反击，反击，反击不到位的，那退防太慢了，中间。给他往底线突破，中间不给突破，给我掐死了。罚球线，罚球线给我，罚球线给我，罚球线别给突，别给接头，给我，给我，让让，王老三，来，陈主任，宁愿给突破，哎，宁愿给突破，放到他这里去封盖去，我去封盖，中间给我，全给我的。现在这个回合是这样的，这个人防谁，谁就去来打挡拆，挡完拆之后，我们不要 ISO， 我希望把球打到他那里，让他去打那个小个去。OK， 打那个小个的时候，大个一定收的特别快，把球分出来。OK， 外面人投篮。好吧，走吧。好好好，加加加加加！来，红队加油！看看两边的教练回来之后怎么布置。来，左双流，左双流。上我，上面，上上我的。朱宗伟，左侧。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！进攻了，来来来！朱宗伟。baseline， 后面后面，哎哎，闪过去！我怎么说的？刚才怎么说的？互相阵底角的机会，刘毅又空了。哦，刘毅，弹无虚发。王指导讲过战术以后，我是完全认可的，而且这也跟我自己心里想的打法是一样的。王导成功的布置，我们的外线球员拉开了足够的空间，然后一直的在去突分突分，在进攻端打出了足够的杀伤。12，6个球。刘毅个人拿到16分。往下走，往下走。
王贞杰一个打俩，有警，没有，太难了。刘毅又来了，漂亮，扎扎实实，两分入袋。同学得上啊，防守耐心点。刘毅个人拿到18分了，没有丢人了。你看这个空位都不知道看，转一球，转一球。朱松伟点开再传，哦，漂亮，谢立石好样的。哦，空中还有一个滞空，防守，空中对抗。那一刻感觉停在了空中。王炫走步，换一下人，还防二，还防二。三分球命中，柴纯泽，还差9分。柴纯泽个人拿到8分，连续的出分，还是出现在底角的机会。哇，刘毅，今天在这个角，这个角现在叫刘毅的底角啊，弹无虚发，21分了。刘毅在不断的站出来去拿分，然后帮我们稳定了军心。对，刘毅的个人能力是非常的强，就是通过这几场比赛都能看出来，他还有一个大心脏，当在球队比较危机的时刻，他都能扛起球队往前走。刘毅投进几个三分之后，我们是心态是比较崩溃的，好不容易开始追分了。然后又被他投进一个三分，一下子就士气就低落。Go go go， 传球！刘浩然，罚球！扶起来，罚球！还要暂停。红队请求暂停 ，Time out， Red。非常好，打得非常好。下一个回合，小胡从这里落位，跑到这里。不去挡拆，直接打给小胡。这个时候往前运一步，曾杰肯定来防你。我希望打到这个地方来，打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，塞给你的时候，这个弱侧的中锋一定会过来协防。好，打到这儿来。好，继续留意。进攻耐心点，我们要打自己的节奏，别跟人家跑。我们篮板球下来之后反击，该打打，不要每个球都打阵地啊。前场拿到球，篮板球。后卫接应了之后，先给球，给完球再走。内线直接打挡拆，突破分球。就算他们打进了，咱也快发球，不要去想什么，好不好？对啊，就快发球，不要去想。啊，没关系，是有时间。来，红队加油！红队暂时领先12分的优势。啊！耐心点，耐心点。传过去，漂亮突破之后，左手。蓝队要找到自己的节奏，不能和红队打跑轰。二，又断了。快攻，冲起来了。不着急，好的，不投，回去。彩虹，拉开，艾软，拉开，不着急。给小周，小周接球，小周过来接球，到底角去高腾伦 ，SO， 拉开。周凯恒失误。后面。王增杰，翟春泽，拉开。出球啊！三分球，已经乱了，现在完全都乱了。
红队现在要压节奏，这是对的。拉开，拉开，没必要着急。拉开，等一会儿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再给个小周，拉开。打满24秒。刘毅提上掩护。胡祥镇外线三分有了，压到24秒的最后一刻还投进了三分球，太赚了。周凯恒三次助攻，还了一个刘浩源。红队从跑轰的节奏中慢了下来，依然是12分的分差。小胡正在挡拆，第一个不行打 rescreen， 好的好的，第二个好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不落不落，投篮。周凯恒命中率太高了，他们上来给后卫挡拆，拉开单打，然后出分。王世萌教练还是非常有经验的，我们也很认可，就是他的这个执教能力。哇，年纪轻轻有大将风范啊！蓝队请求暂停 ，Time Out Team Blue。朱宗伟，那我在这中间。做一个那个谁，那个你到最后一个谢绝，球招发出来，上去夹击。这个人，啊，这人去管，这个人进来这个人，查这个。朱宗伟。拍短，防中间。如果是插往这边插，直接卡死。OK， 我看没看到。分球，分球，分球，不要拿了，一个人一个人打，四个人看，好不好？听我说，现在我们是防守回合，球发进来，传三次球之后变成盯人，你们自己数，一、二、三，你周围是谁就防谁。来，我顶上，红队，进。14分的差距。蓝队加油！看防守吗？球动人动。一、二、三，朱松伟，刘浩源拼下一个前场篮板球，朱松伟给李林。一罚命中，哎，上！蓝队换成全场防守，王炫展开来，刘毅不着急，王炫底角，聂天成。这个战术打了多少次了，我天哪，同样的错误能犯4次，教练也没有一个调整，然后球员也没有意识到，我觉得这是我不太能理解的。这样打底层不断的被拉开，在攻防两端无计可施了，有一点大势已去的感觉了，然后只能在这个场底下干着急。李林太难了，换人换人换人，小胡下，小胡。红队的三分命中率接近50%，我天哪！王春鹏指导频繁的换人，调兵遣将，进攻和防守两套不同的阵容。看红队来破全场防守。哎，刚刚底角又有机会啊，没给红队之角，哎，漏了内线，注意力不集中啊，漂亮，王炫。王增杰蛮牛挽回颜面。下半场这是第一次犯规，犯规次数太少，也说明防守当中没有给出足够的压力。要出来就行，要出来就行。我就发出来。最后的10秒钟，好，比赛结束，